哎呀，我发现你最近这个肤色有些暗淡，但是你不要怕，因为我们公司最新研制了一款美白霜，是专门针对你肤色暗淡的这个问题。哎妈，我可不敢用，那往脸上用的东西我可不敢乱用。你有啥不敢用的？我们的美白霜全给大明星用的。用哪个明星用啊？你看啊，宋小宝、泰森、科比和布莱恩特。完了也没白哪儿去，那他们要不用我们的美白霜，现在你都看不见他们。不是我的，哎，滚！不是，我还没介绍完，你这个牙缝有点大。哎呀，你也少吃。你等会儿，你观察那么仔细呢？还观察人牙？你不看人嗓子眼儿啊？怎么了？推销这个？请问你话，小姐。刚才那些产品你要是都不喜欢，这个宝贝你肯定喜欢，因为这个产品啊是我们专门为你们这些大龄单身男女青年设计的一款求爱产品，它的名字就叫谁是你的命，知道了，谁是你的命根子。对，去你边的是吧？什么注定命中注定？谁是你的命中注定？哎呀，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方法，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你拿着它呀，对着一个人摁一下，然后如果这个人呢对你翩翩起舞的话呢，就说明啊，他就是你的命中注定，他就喜欢你。是吗？对啊，看看，这东西有那么神奇吗？当然有了，小米粒啊。咱别管它神不神奇，你试试看好不好使。嘿，试试。哎，要不真的，我呢就是委屈一下子，对我试试。你看，试对我试试。试试啊，你试试，对我试试，来，试试试试试。哎，我跳是对我跳。哎，行了行了，这玩意儿不好玩啊！行了，赶紧走吧，骗子。要他不要，那告辞。哎，你给我站着。那个他不稀罕，我觉得这玩意儿挺好玩的，我买了。你买了啊？多少钱？这东西你卖的，你问我多少钱？那你估个价吧。我上个月欠你多少钱？5万，这个定价是600。遇上你是我的坎儿，拿着啊，2000。小米粒，这东西我给买了，那个，要不你对着我摁一下试试？我要这破玩意儿干什么呀？摁不了吃亏，你摁不了上当。你按一下子，按一下有劲。我不问，按一下他干嘛呀？按一下，我求你，滚！啊，小妹，我求你，不是，拿走，按一下，我求你。哎，你说说，我都不愿意说你俩，多大个人了，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啊？啊，你看看你，站起来比谁都高，一点正事没有。你再看看你，站起来比谁都矮，没有一点正事。幼稚。小米粒，笨笨，你来了。那个邻居说你家太吵了，我过来看一下。这人谁呀、啊？我情敌。这位是？他是。真挺帅，女朋友真会说话。不是他，我叫真挺帅，我表哥。哎，那个，你看看笨笨，这东西可好玩了，据说他摁一下就能测试出来你的命中注定。哎，来，你这样，你按一下，如果谁对你翩翩起舞，那个人就是你的命中注定。
那个，兄弟啊，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使，他俩不可能是我的命中注定。那个，你拿着吧，你仨玩的还挺天真。不哎哎，笨笨，你没看我跳了吗？我是你的命中注定。笨笨，等等我。表哥，你行。瞅啥呀？瞅你咋的？是搅和来了不？这事儿能怨我吗？不怨你怨谁？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啊？还命中注定，幼不幼稚？行，我幼稚，行不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爹。